文以载道化众生，众生光明享利乐。桂林的文采能引领时代潮流，感化人心。丰富的学习更有助于通过考试，获得名声财富。所以每逢可贵，新生学子因拢会前往各地供奉文昌帝君的庙宇，上香祈祷，祈求考试顺利，金榜题名。其实文昌帝君唔干那是读册人的守护神，举凡任职公家单位，需要考取证照的专业知识人员，以及经营书店、印刷的业者，若有文昌帝君加持，必定能为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。如此，深受文人士子、求功名官禄者尊敬的神祇。原先只是一个主动神张阿祖，因为甲董献宗的一段姻缘，从此享誉天下。众神在民间，故事代代传。欢迎收看《封神榜神祇传说》文昌帝君的故事。上一集，咱讲到阿祖听到杜连仙往生的消息，马上赶往成都，送杜连仙最后一程。这是伊身为晚辈、身为道家的子嗣，应该要负起的责任。阿祖除了为杜连仙披麻戴孝以外，也协助杜祖华处理杜连仙的丧事。大家遵照杜连仙临终交代的遗言，将伊的遗体送去位置故乡的杜氏家族墓园安葬。丧礼一圆满结束，阿祖无着急返去年丹山，伊向岳父岳庙提出要早一日甲杜元月成亲的心愿。甲算算咧，如今的阿祖已经二十外岁了，不但在新办寺一带开始建立起家己的事业，一边修行道法，一边行医济世，也受了两个徒弟，可算是年轻有为。加上伊甲杜元月早已经订婚，因此阿祖真紧便取得杜家长辈的同意，随即选定了一个风道吉日，将杜元月迎娶回主洞。杜祖华也以送亲的名目，一齐同行，三个人就这样坐着马车，带着大大小小的嫁妆，以及迄一箱搁一箱的书册，全是杜连仙特意要留予阿祖的遗物，浩浩荡荡的来到泥丁山。以王和为首的技师因，也有迄挂曾经找过阿祖看病、接受过阿祖恩惠的人，听说阿祖即将成婚，全部拢动起来。有人负责爬山、喜饼、喜糖、喜福等一切的用品，又请了各队来拍锣、讲古、分鼓吹，两夫妻夫妇选出适合的曲目，准备给阿祖一个体面的婚礼。更加多人就是七手八脚的无用着贴墙铺下，合力在神板树的旁边搭建了一间的下厝，作为阿祖的新婚处。毕竟庙宇是供奉神明相当殊胜的所在，若是将新厝直接布置在神板树内，实在是无妥当，也是对主动神的不敬。如此经过了一个多月，泥丁山上处处拢充满着热闹喜悦的气氛。到了举行婚礼这一日，天公作美，好气的阳光照耀大地，伴随着阵阵的微风，欢乐的气氛更是被众人炒热到最高点。放眼望去，现场聚集了不少的宾客，有泥丁山的乡亲、赵天师甲青阳观的道士因，阿祖在龙兴寺的师兄弟，杏林村的屈大夫，连好久不见的柯立也在百忙之中，特地抽空前来参加婚礼。
甲大家一齐为这对的新人献上诚挚的祝福。唯一让阿祖感觉遗憾的，就是未能见到大伯父一家人甲张家姐的亲友。婚礼由中村道长担任主婚人，只看起伊中规十足，现场有力的高喊着“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上立东榜”。众人瞧见身穿大红喜服的张阿祖，甲大王骨像是插头红啊一样，戆呼呼的连连摆布。分下分手的去做各种礼拜的仪式时，纷纷笑甲嘴拢合袂巴。尤其是夫妻夫妇两位老人家笑中带泪的专程参悟，对因而言辛苦了一世人，这一刻总算是真正换得了苦尽甘来的日子。将新人送入去洞房了，大家老眼欢喜，伫咧闹洞房。一直到三更半夜，将人家送走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这对新人才有机会好啊享受两个人的世界。但是要一个人留下来，伊就是柯立。柯立受到李雄的委托，希望阿祖搬去成都定居，出山辅助李雄成就霸业。不过阿祖真坚定对柯立讲，伊对名利关系无兴趣，无想要将家己的计划用伫战争方面，害百姓来痛苦。伊只想要留伫尼丹山修炼甲行医，造福乡亲。柯立听完，只好无奈，等于成都服兵。婚后的张阿祖甲杜婉月感情如加似缠。天天行到哪里，拢是名不离交，交不离名的，日子过得幸福又甜蜜。所以成亲一年后，杜婉月就生下了一个肥肥白白的查甫囡仔。梁晋生为人父的阿祖非常的欢喜，将囡仔取名为张玉德，有期许囝儿能培育良好品德的女儿。如愿抱着孙仔的夫妻夫妇，更是乐得开怀，嘴内兴奋地说着：“感谢老天，抓神的保庇，因一世人再也无任何的遗憾咯。”一转眼又过了四五年，阿祖伫吉达凭着精湛的医术，挽救了足侪人的性命，并且在台式技术的修炼上，夺回名节，大有斩获。然而，李丁山上了无分争，一片祥和，并且家人杜祖华也被吸引，索性抛下家业，回到山上来过着与世无争、远离尘嚣的生活。但山脚的世界，却依旧是纷扰不断，时局同款出现了未小的变化。为故，自从李德由于一时的大意轻敌，害死伊。罗上手下了后，刘明君便推举李刘为大将军。李刘上任后的当务之急，就是要设法解决刘明君欠粮的问题。伊想要对外求援，偏偏一时之间又想不出应该找什么人才好。后来也是第二李雄建议伊说。住在青城山的范中路、范中兴，经济实力雄厚，名下拥有良田无数，唔仅能自给自足，也经常有牛粮，可以用来救助地方上有急需的百姓。咱刘明君虽然唔是本地人，不过听闻范中路一向以人气著称，当地人拢称伊是外先生。既然是新生，绝对袂屈你以地血之分，对咱见死不救的。李刘认为李雄言之有理，便接纳了伊的谏言。可是问题过来啊，要派什么人去见范长兴呢？这个连李雄都被扣住了。
因为伊同款提袂出适合的人选。何家哉，亲像是冥冥之中注定恁天公伯啊，也要帮忙刘明君一个。这个时候，既然有贵人主动送上门来，这个人叫做齐武，伊原本是要游说罗尚的。看罗尚不妨主动去结交范鼎生，让双方建立起友好的关系。岂料罗尚心高气傲，不但无答应，甚至也甲齐武臭骂一顿，讲齐武根本是咧乱出臭主意。齐武一气之下，干脆走去投降李流，遐也有够拄好。此时的李流正需要有一个人去范鼎生遐做说客，齐武便自告奋勇。最后高真成功的说服范鼎生，让伊愿意资助军粮。刘明君因此得以在短时间内就重新振作起来。深受读书人欢迎的文昌帝君，一生好亲爱民，富了济贫，有高尚的美德，成为风尘中的明灯。风神傍神之传说，文昌帝君的故事，勇敢动人的剧情，感化人心。好好的节目永远流传，请扶持节目制作经费。划拨的号码：42274784。好名是方发改基金会。为这件代志，会当看出李流的才能，甲伊的兄长比较起来，确实差一截。李流看到刘文君损失惨重，兄弟甲弟仔毋是死亡，就是重伤，所以决定要改变计划，采取保守的做法，甚至伊也想讲，不如向官兵来投降。双方讲和，停止交战，然后伊派使者去甲前线的指挥官孙浩交涉。使者回来对李流讲，孙浩答应因投降，条件是爱为李氏家族中交出一个人去做人质。驻守在弥德大本营内的李家成员只有外甥李敖，李流便用伊做人质，将伊送往孙父的军中。李雄知影这件代志了后，赶紧出面阻止，可是慢了一步，伊只好快马加鞭地走去找李敖的兄哥李离商讨对策。李雄提出建议说，这个时候的孙父肯定会以为李流已经打算要投降，所以伤害封闭，因可以把握这个机会，各自带上一支的精兵，然后朝着小路去击袭孙夫。这样一来，才能杀得孙夫措手不及。同时，避免李敖沦为人质。李离听了李雄的分析了后，觉得十分的有道理，当场就二话不说的一口答应。果然，正如李雄所预料，当因连夜赶到德阳城一时，远远便发现城门大开，守卫的士兵三三两两，漫不经心的，一点啊警觉性都拢无，自然抵挡不了李雄甲李离的击袭。因此，孙福的部队一个啊就被彻底击败了，孙福本人也战死了。如何处时又传来另外一个对刘明君有利的消息，便是另外一名前线的指挥官状态被失了，官兵顿时军粮无守，只能打退堂鼓。之后李雄甲李离又探声追击，取得新的胜敌了后，才凯旋离开。李流看李雄的军事才华，谋略出众，远远超过家己，也考量到家己淡病在身，恐怕来日不久，就将军中的一切大小事务交由李雄专权负责。但李流被杀了后，李雄便顺理成章的被推举为刘明君的新领袖。
李荣成为强主后的第一件代志，当然是爱想办法进攻成都，杀了罗尚，这样才算是为父亲报仇。同时，树立自己在刘明军中的威望。李荣想出来的方法也真简单，那就是以麒麟之道，反敌麒麟之心，同款派出亲信，假作要投降罗尚。结果，狂妄自大的罗尚也真正相信了。换来的下场是前线惨败，后方断粮。罗尚知影大势既去，为了保命，伊选择等下军队不管，趁着城内一片混乱的时候，独自逃出成都，逃去荆州一带，渡了吴省。成都也顺势成了李雄的拢中物。李雄得到成都了，伊无比胜利冲昏了头，伊经过一番的思考，担心家己外来者的身份会受到巴蜀地方人士的抗议。同时，伊又搁感觉范仲淹德高望重，受到民众的尊敬，所以准备要前往青城山，迎接范仲淹成为巴蜀地区的君王。伊自愿做范仲淹的臣子，不过范仲淹唔肯，而且态度非常的坚定。因为范仲淹会晓看面相，伊看出李雄有帝王之相，伊建议李雄自立为王。代志发展到这个地步，李雄就伫众人的拥戴之下，自称为成都王。在李雄还未占领成都的前几年，民间早就流传着一首朗朗上口的童谣，内容是：江桥头，跨下市，成都八门十八柱，刘明军的大本营面顶，正位于成都的北方。李离拆解后，即是十八柱，完全应验了今日入主成都的林军胜利的事实。李雄称王了后，马上废除严刑峻法，实行仁政，礼贤下士，并且大力推动百工百业复苏，将成都甲周遭的城镇治理得井井有条。成都因此像是乱世中的一粒明珠，有着难得的繁荣以及稳定的社会秩序。此外，李雄也三番两次的派人去青城山，请范仲淹下山来成都辅助伊执政。范仲淹推辞不了，于是自己驾车前来成都，让李雄欢喜甲亲自出城迎接，并立刻拜范仲淹为宰相。而范仲淹抵达成都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劝李雄登基称帝。范仲淹安尼做是有原因的，伊向李雄讲：成都王有局限性，只能号令成都甲周围部分的所在，唯有称帝才能号令整个的巴蜀，甚至未来可以再进一步的争夺天下。李雄听了觉得相当的有道理，便同意了。随后即皇帝为国号大成，历史上称为成汉。登基后的李雄设置文武百官，派遣柯立去协助新教林的主动太守李离处理政务，但柯立自认是一介的武夫，对政事一窍不通，感觉十分的无所适从，便向太守推荐可以请泥丁山的张阿祖张鹏辅助。李离早就听过张阿祖的大名，因此欣然的接受，并下了一道命令，爱柯立去请张阿祖下山。柯立知影按照之前的经验，那是用一般的方法，任凭伊讲破了嘴，张阿祖也未点头答应，伊必须爱强势一点啊。所以柯立带上主动军过来一大小官员，
一同来到审判署，跪在阿祖面前说：“因公在衙门内做官，对你而言确实是大材小用，你应该到皇上身边辅佐皇上执事。但请你看在主动百姓遭受战乱多年，被不少的官吏剥削、欺压这久的份上，可怜可怜因吧。请你务必爱下山，为百姓出谋划策，制定一个能够安居乐业的方针，让这好不容易才得来的太平，会当久久长长。为一公员，可立由带着官员因，向阿祖叩头致意。可立的举动，让阿祖非常的为难。伊无想要违背家己的坚持甲信念，可是若无答应，又阁变加不近人情。这个时阵，杜婉月好劝阿祖，会当为民服务是好事，应该会欢喜来接受。如果太守爱伊想的是作战的方法，毋是一般的政策，到时阵只是一就好啊，无需要想伤济。太太话提醒阿祖，加上爸母无像以前安尼反对伊甲官府有交叉，最后阿祖终于点头答应。精彩的故事，请继续收看《洪新本神之传说》文章帝君的故事，咱下回再见。看精华，听重点，一起来聊文昌帝君的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佩晨。泥城乡上的乡亲们听说雅子要结婚了，全部都动了起来。有人忙着张罗婚礼，有人负责席宾、喜糖等用品，有人请乐队来敲锣打鼓吹唢呐，准备给雅子一个体面的婚礼。还有更多的人，他们七手八脚的忙着砌墙、铺瓦，要在上百池的旁边为雅子搭建新房。婚礼由长春道长担任主婚人，他中气十足地喊着：“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送入洞房。”穿着大红色喜服的张雅子和杜婉月，像是两个傻乎乎的木偶一样，任人摆布，笨手笨脚的模样，让众人看了都笑得合不拢嘴。李雄想起张雅子曾经建议他说，住在新城山上的范长老经济实力雄厚，名下拥有无数的良田，不仅能够自给自足，还经常会有余粮来救助地方上的百姓，于是决定要去请范长生帮忙。在范长生的帮助下，刘明君果然在短短的期限内就得到充足的军粮，又重新振作了起来。范长生接受了李雄的邀请，出山辅佐他，又劝李雄登基称帝，才能号令整个巴蜀，甚至进一步争夺天下。李雄同意了，他成为了大陈国的皇帝。登基后的李雄，除了设置文武百官以外，还派许立去协助紫铜太守李黎处理政务。只是许立认为自己只是一介武夫，对政事一窍不通，他推荐张雅子才是最好的人选。感谢您今天的收看，三分钟聊文昌帝君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深受读册人欢迎的文昌帝君，一生孝亲爱民，扶弱济贫，有高尚的美德，成为红尘中的明灯。奉神奉神之传说，文昌帝君的故事，用感动人的剧情感化人心，让好的节目永远流传。请扶持节目制作经费，划拨的号码4227478，号名是方法改基金会。